等于是到那个玩意就一拍就把弹出来了，还是那样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不是这是故事，但是这故事跟这个功夫有用啊。如果不管小蝶也好，什么也好啊，但是你做人呢，你欠我钱都不还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小姐姐吃豆腐，你抓住我的手的时间，啊，你想抓我一只手，我一想抓我两只手，那我就捆了。一捆，你力量很大；一捆没有，那你的力量大就不要跟他力量了捆，你可以退一点了。我站在这里一捆，因为他力量大，对不对？那一捆，那好像抓我手了，你不放不放不行，因为。一款这个虎口在这边，他扎住这里一定有力量，所以这里一水过来搭他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一离开我的线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他扎住你，要没有小孩三年级的欺负你了，小学三年级小孩一辈子不会跟你大跳，也不会跟你欺负你，也不会抢你的钱，也不会说，小姐很漂亮，我摸一下，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下小学三年级，说没有。既然没有，有的话，那一定是我认为吃定你，我才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永远吃定你，才有。这两个动物打架，看一下，一看有一个打不过你，心里面想他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既然没有说不定这个手，那说不定这个手，那你可以顿手了，把他手顿手，管他有没有，他的拉的高，这里拉得很稳，顿的时间他可能会放开，不放开他又垂下去，所以打了手就打到他的头，就顿手，一个快手一个顿手。那一只手一只手一只手你就摊手打掉，因为你还有一只手嘛，对不对？两只手就没有动，打了手，对不对？还打了手还是过来，不过来就是管多去嘛，你从感觉接触感觉出现动作，所以还手扳手回来是打了手，离开了这个作战，本身作战外界就打了手。知道你练功夫是这样，欺手或者敌人欺负的瞬间反应，不要这样，我顶住不给，顶不住你就倒了，对不对？等于打梭哈，你下一百，我下一百五，你下一百五，我下三百，你下三百，我下四百，人家王八蛋把衣服一脱，弄点什么都来上，那你就输了，你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量入为出，你的量我打不过你，我的体能身材什么都比不过你，但是我的功夫赢你。这么是功夫，功夫不爱不的一个物理的结构，加上数学跟时间的反应。功夫整个功夫是一个物理结构，物理结构就是有时间有数学在里面。跟我分开讲啊，所以说你这个还手顿手啊，你两个人家就是顿手就好了，一顿是不搭手，你不过来也不行啊。你说我不行，我怕你搭搭手，那是前天练过那个动作，不是被人家了，这是练过的动作，你要扎出来，练过的动作。只要手过来，你这个战争线，战争线，我说这里到这里，这里就战争线，对不对？我的手过了战争线，过战争线就做啊，对不对？我的手过了战争线，过战争线就弄过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这个同样的位置。高低你所发挥的动作不一样，
但是他已经过了。